倩倩，你的户口本呢？啊，户口本，你这一大早拿户口本干什么啊？对呀，你户口本在哪里啊？在爸爸那里。你还没说拿户口本干什么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一会儿我们去民政局，需要这个东西。啊，去哪里啊？民政局啊。我们去民政局干什么啊？倩倩，这是一个惊喜，你猜猜看呢？我猜猜啊，难道是阿宇？怎么这么快啊？我都还没准备好。这需要什么准备啊？这件事情应该早就去办了呀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哪里突然了？这件事情我已经准备很久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户口本。就是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还是要换一件好看的衣服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好。好，倩倩，你怎么换个衣服这么久啊？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啊。你拿这个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啊，这个，一会儿去民政局你就知道了。那好吧。对了，你看我这个衣服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很好看啊。这是我最好看的一件衣服了。倩倩，怎么感觉你这么隆重啊？这件衣服你平时都不舍得穿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肯定要隆重一点啊。这个衣服行吗？阿宇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啊，很好啊。很漂亮啊，我都看呆了。就穿这件衣服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倩倩，我们到民政局了。这么快啊？对呀、啊，户口本呢？这个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阿宇，你不用说，你用户口本的话，我肯定会给你。倩倩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你先在外面等我，我先进去。啊？我不用进去吗？就是估计里面会排很长时间的队，我先进去取票。倩倩，号牌好了。啊，今天人不多，我都已经办好了。啊？需要我都已经办好了吗？对啊，给。这是给爸爸申请的补助申请表。你今天拿户口本，你就是办这个啊？对啊，我看张叔的条件就很符合，所以就专门给他申请了。原来你用户口本是为了申请补助啊？这个是好事情，我还以为是那个。啊，哪个？没什么，没事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倩倩，你今天这么隆重，是不是以为我们今天是来领证的？没有没有，阿宇，谢谢你，是我误会了。啊？没事了没事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的，
阿宇，我很谢谢你，谢谢你为爸爸做的这些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只是我更希望今天的一切是因为我们。倩倩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也理解你的期待，因为我也很期待。倩倩，给你这个。高青青同学，欢迎你加入电子商务培训班。倩倩，我知道你一直想改变自己，改变这个家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一份礼物。倩倩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，改变自己的家庭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改变生活。倩倩，我希望你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，我更希望看到那个更美丽更优秀的高倩倩。倩倩，我想告诉你，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所做的事都只为了你。